喂，系，哦，边个啊？老大想见你啊！老大，我锁俾人撞开咗。咁多商铺都搬得走，肯定有内鬼。你哋最好自己认，唔系俾我查咗出嚟，一定唔马粪屎。江少山呢？仲未翻嚟啊？喺杭州，仲未翻。又会咁啱嘅？佢一行开就唔见到批货，仲有你啊？做咩无端端话戒烟？你一闭关就发生咁多事，系咪咁巧啊？我特登喺呢个时候戒烟。点解？之前咧，我收到消息，沈振岳要对付我哋。我又唔知佢有咩部署，又唔知佢几时出手。与其担惊受怕，不如引蛇出洞啦。你话系你特登引佢出嚟？沈振岳呢个人咧，做人处事十分之小心。我宣布话戒烟，佢一定会有人查清楚系唔系得。咁我系咪真系要戒啊？但系我同时咧，揾晒所有手下翻去回兴陪我一齐戒烟，等佢以为有机可乘。其实呢，我已经俾人睇实佢一举一动。等我翰林话俾我听，唔见咗批货，你又去咗南岸码头度揾阿以雄，我就知出事啦。嗰度系公共租界，又系沈振岳嘅地头，佢仲唔系俾个氹你踩？系佢买通我哋嘅人，然后偷走晒啲货，俾佢氹我踩。系啊。我亲眼睇到噶，嗰个应该系沈振岳嘅手下，收买咗我哋自己兄弟。寻晚守仓嘅又叫做阿文，今日揾佢唔到。帮查到呢个阿文好中意赌钱，揸人周身债，可能咁样沈振岳有机可乘，可以收买佢。哼，正一反骨仔，同我抄晒成个上海，都要查出嚟，加快处置。系老大，你啊，以后有咩部署啊，先同我讲声啊。如果唔系，我点知想做咩嘢？好好好。执埋收尾佢啊！捉到个反骨仔，第一时间通知我，我要亲自审问。知道。呢个沈振岳都几叻嘅，识得收买我哋啲咩人？边有咁简单咧？嗰个阿文帮边个做嘢嘅？三哥咯。咁即系成件事同阿三哥有份。查金堂嗰边有冇动静？佢四周围揾紧阿文，我哋一定要快过佢揾到阿文，揞住佢把口。系三哥，点做嘢噶？打晒个棚俾你，咁都俾翟金堂走得啦。你仲好意思怪我？我都未问你啊，点解乔傲天会出嚟救人？而家系咪你出蛊惑摆我上台啊？你做唔到又系你冇本事，唔好赖我。我打张好牌俾你上嘅。你要见嘅人嚟咗，你嚟得啱。我有个手下叫阿文，佢争来人周身债，好等钱使。你翻去。叫沈振岳收买佢，佢一定可以帮你哋攞到批鸦片出嚟。不过咁，批货我要占六成。如果你喺南岸码头捉到翟金堂，佢连督察长呢位都保唔住，一成盘棋就俾你炒锅晒。梗系你计漏咗乔傲天呢只棋咋？
而家批货翻咗三亨公事，我哋真系食白果，冇鬼用，俾你成世俾乔傲天骑住你，你好好多咩？你讲俾翟金堂成世骑住啦，整废人！真系大命，咁都整佢唔死，睇下点。唔好意思啊，要你等咁耐，咁急揾我有咩事？卓专员未话过会致力禁烟嘅，我知道有人收埋咗一大批鸦片，你肯定嗰批货？是在三亨公司那里，当然肯定。如果批货在三亨翟金堂的斗度，你还不守的话，迟早我不敢包的。好多谢你提供宝贵意见，我会再跟进，再查清楚先。还使咩查？如果摆到明日翟金堂知法犯法，就算是法租界都话过要遵守万国禁烟令，你咪想包庇他啊？小心你讲的每一句说话。我提醒你小心啲就真，你再唔拉人嘅话，我相信啲记者好有兴趣知道呢单新闻。你真系威胁我啊？唔系，我知会你一声嘅。如果过两日我仲未见到有动静嘅话，啲新闻只会咁样写：政府包庇贩毒，讲一套做一套。你想清楚了。喬生，你今次咁幫忙，真係感激不盡。小意思，小意思，很委屈。多謝多謝。卓專員，卓專員，我特登嚟揾你嘅。你啲同事話你嚟咗呢度，唔阻你哋啊嘛？唔阻唔阻，我都走嘅。你哋慢慢傾，明咩走啊？周專員，有嘢慢慢傾。太平盛世啊，真係好啊！得閒可以嚟呢度品嚐下美酒，悠哉悠哉。安樂茶飯邊個唔想食啊？卓專員。今天你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可以帮忙呢？你都知道我们新政府致力禁烟，我以为你可以帮到我解决问题，但你竟然知法犯法。我收到消息，你们三亨公司收藏了大批鸦片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禁毒专员在台上的大老官只是懂做戏？既然你哋唔肯配合我哋新政府嘅话，就只有一条路，拉人封铺。我已经知会咗法国政府，佢哋亦都答应咗全力配合我哋，情面我已经俾咗你。两日之内。我希望可以将批货交俾我哋新政府公开销毁，俾市民知道我哋新政府系讲得出做得到，尤其是对禁烟系绝对有信心。对唔住啊，卓专员，打扰你哋。天哥，件事办妥咗。
卓专员，你放心，呢件事唔使两日，我即刻帮你搞掂。讲，边个收埋嚟？我冇啊，应该我冇，系我衰。我收翻我去咗赌钱，啲钱系我赢翻嚟噶，应该。我俾多个机会，你讲多次，边个收埋嚟？我冇啊，边个？你信我啊，边个？我冇。我手出嚟。冇，真系恶嘅人。有一样嘢咧，我好想知道，或者你可以帮帮我，你赌输钱。揸人走街傻咧，就應該好多人都知噶啦。不過咧，都唔係咩大不了嘅事。你諗下，喺你嘅朋友入邊，有邊一個識得沈振岳，可以將呢件事講到俾佢聽嘅咧？你諗下，老大，你唔講。边个染人？杀嗰啲人！系咪你老大叫你夹埋沈振岳嚟装我？唔系啊！唔系啊！我呢个反骨仔，食碗面反碗底，大哥！你听住，呢个反骨仔出卖兄弟，背信弃义，又由边个咁做嘅？我就同佢一样。如果俾我知道边个有份做嘅，我要佢死得仲惨。老大，呢镬系我对你唔住，佢话晒系我人，佢俾沈泽豪收埋，系我冇家教。我一喺杭州听到消息，我即刻赶翻嚟。好彩你冇事。沈振岳呢铺玩到咁大，我一定同佢做忌。沈振岳咧，我哋固然要揾佢算账啦。但系而家件事搞到咁大，系人都知道。呢啲嘢点搞？可以点啊？有咩事嘅，翻上去倾。阿添，执干净佢。Hello YouTube 嘅观众，记得 subscribe 我哋呢一条嘅 channel 啦 ，like 埋呢条片，揿埋个钟仔，咁就唔会错过我哋每一条新片啦。